怎么让400万的所有的市民能够过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日子，这也是我承诺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。所以我利用就任以来的上半年，大概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走访基层，这基层里面跟里长跟所有的基层的地方士绅，能够逐一逐一的把问题了解，来解决他们所提出所需要的，做得到的我一定做，做不到的一定说清楚，有些有延续性的我也会逐一来做管考，逐一来做推动。比如说淡水我们的蓝天市场的工地，因为工程的纠纷严大，造成附近居民的安全的问题，也经过大家的努力，结果在工地已经开始进行回填，预计我们今年底就能够完工。像板桥社后地区10几年来饱受大雨的积淹水的困扰，积了不少的民怨，那去看了多次以后，原本经费说要3000万，后来我们的水利局同仁很用心，不到2个月就找到解决的方法，解决了当地10多年来淹水的梦魇，而且大概只花了340万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包括三重区的光明里、菜寮里、永春里，长期以来因管线的障碍没有办法来进行污水用户接管，也在大家不断地跟民众说明沟通，采取新的方式，终于在7月完成瓦斯及自来水的一个迁管，前面进行污水建设的施工的一个阶段，这个户数就将近有4000户，有6000个居民的污水下水道的困扰问题。